早安，我们现在在台七甲的可法桥前，可法桥是台七甲32K，那我们大概在31.9K，从这个水管往这边上去，我们今天要去走左德寒山、米罗山，那这水管上面有一个拉绳，再加上不明显的布条，从这边穿越。那我们就准备要出发咯。想起昨晚的告白，看到你假装安静，连话都说不明白，会不会显得我太奇怪？
2082公尺，山顶周围全部都是建筑林，没有展望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就不会这样失态，会想起昨晚的告白。看到你假装安静，连话都说不明白，会不会显得我太奇怪？
会显得我太奇怪。
还打1750，开心。离开米罗山，往菜园登山口出发咯，加油！如果没有遇见你，就不会这样失态。想起昨晚的告白，看到你假装安静，连话都说不明白，会不会显得我太……我们回到菜园登米罗山的菜园登山口喽。会累吗？不会，一点都不会累。不会显得我太奇怪。希望在你眼里，像星星在眼里。